周六我去 Victoria Park 参加了 Fair Day， 人很多，摊位也很多。现在我过马路过去了，进去要检查一下包，里面有好多好多情侣都手拉着手，还有好多好多男的都裸露着上身，秀他们的肌肉，有些就算是比较肥的也裸露着上身，很多很多的摊位，看着超级多的人手拉着手，然后我就一个人下转，有点淡淡的凄惨。好多好多人穿着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，这个画面是他们刚一群人拉看完拔河比赛擅长。为什么我穿着一个 Google 的衣服，是因为 Google 也在这里有一些活动，然后我是来当志愿者的，又两个牵着手的，这些抓根盔，然后我去买了几个木花花，也不知道送给谁。就是在 Google 的门口人流很密集，然后我们的 Sam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。我们有一个球，里面围坐了一些人，主要就是引导大家静坐冥想思考，在当今社会我们是不是玩手机玩的太多了，而缺少和大家的沟通。这是另外一个志愿者在给大家介绍活动，引导大家冥想，然后他们一起冥想结束，大家一起围成一个圈，欢乐的跳着舞，扭动着身体，放松着自己的情绪。后来他们结束了，大家一起拥抱散场了。作为一个 IT 公司，这次 Fair Day 的主题是不要让大家把太多的心思花在手机上。这两个警察小妹妹或小姐姐好酷哦，这个人的奇装异服好有趣，然后他们也是手拉手的。远处红红的帐篷是西大的关于 LB 主题的组织，这两个人打扮好酷。现场当然少不了卖吃的的地方，亚马逊门口排着很长的队，肌肉男真的超级超级多。前方有个舞台，舞台前方有很大一块草地，有好多好多人铺着个绿蓝色的垫席子，就坐在那里看前方舞台的表演，一些人也跟着他们的节奏在舞动。前方有两个彩虹一样的圆环，那里面很多人都在那里喝酒，大概我就逛完了走了。总的来说很热闹，值得一去。